智慧城市就由我们一开发端三班哈率先使用，一共装设了23台，这样上下班那个打卡也不用这个这么紧张了哈。还有这边那个大家刚才看到了，时间速度很快，1秒钟就搞定。那当然接下来大概我们就会每天就是上班下班打卡。那中午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大家是要注重一下吃饭的时候那个时间也不用太赶啊，因为有时候太赶肠胃也不舒服嘛。我们给同仁就这个自由的时间。那原则上我相信哈，这一套系统我们试用如果效果很好，将来府外情况我们也考虑不会请他们这个来购买。我觉得这样是一个蛮正确的做法。然后每个人上下班的时间也好，系统也好，我们要查询也好，都很方便很快速。所以这个当然有好的东西哈，也希望我们县府同仁大家一起来使用看看。这样就跟之前那个盖打卡的事情有关系啊？哦，倒是没有很大关系啊。当然，也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纷争了、啊、哈、哦。这个可能会更正确。那将来我们当然针对员工的上下班时间，我们不是要去看各自，我们是要看整个系统它的结构是什么样的状况。那大概是几点上班的人多少，几点上班的人多少？那当然我们想要找什么系统，都可以很快速找到。我想这个也是优点之一。我们这样真的，我个人感觉，我真的觉得它很棒，而且它造出来的相片也很帅。